他打。我们现在还能对着对打。二十岁的许浩平，你头发多长了呢？爱多长就有多长，因为以前我们有发禁嘛。Okay. 不要多做解释。没有啊。那你那个有多长了呢？一直都很长。哇塞！那你那个歌呢？你说什么？我讲的不是那个。哦好，那你、那个、我们怎么知道？你那个地方的毛有多少了呢？很多数不清。有没有连到肚脐眼了呢？微微的连到。你这是有名都会听许浩平的人有多长吗？寇乃馨的日记充满不可告人的大。我担心他每一次问十年后自己都在问这些问题。只有那个。请问三岁许浩平，你那边多长了？没有，问到八十，他就说缩短了很多哎。我以为你人生的疑问有多大，就有他没有问到重点了。哎，这很正常啊！你看这个十六岁的年纪，是很真诚的，很有创意，很有幽默这种。是我觉得他真的有写答案卷这件事情比较有创意吧？对，没有那答案卷是后来二十岁的时候来写答案。对，我知道啊，就是你真的会写啊。你没有真正回答。有啊，我有回答。他有啊，有啊，就是你要看他问什么问题嘛，比如说，你是中心人物吗？我说某些团体可以这么说。然后你将来计划这个往艺术上面发展吗？我写说几乎无暇兼顾，到转向法政与文了。因为以前我真的想当画家，就在十六岁的时候。对啊，哎，他真的有自己画重点，然后自己写眉批耶，好忙碌的人。对啊，乾隆皇帝也会。谢谢夸奖。你为什么要评自己的人生呢？其实你在比如说，因为我不是每天写日记，所以你隔半个月、一个月或两个月在写日记的时候，你等于说是在这个时空跟你上个时空的自己在聊天，然后你会发现你当时遇到的困难或烦恼，其实你现在看可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。只有几天就要到学校的运动会了，啦啦队近在眼前，啦啦队天天持续在练习，这也多亏了黄某某还有队长的帮忙了。而最令人愉快的，我也因为啦啦队得到了一位终身的伴侣，我亲爱的沈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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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沈是不是沈荣刚入狱的时候写的？我不是很久就沈沈沈沈沈，我等很久，一沈二沈，然后出来的是二十八年前了，而且已经是终身伴侣了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第一个是真的，我们当时两个都是就是第一次交往，第一次就大家就真的想要结婚。而且你好适合加入啦啦队耶！我那时候是文代会主席啊，所以我全部都文学院的女生当啦啦队。台大校徽是你设计的？对，就是、真的、啊。不得了。就是那个时候我大三的时候，真的啊，哇，好有才华，哇塞，你光收版权薛海了你，没有版权费，因为那时候他是公开征选，怎么会让一个学生来设计校徽？不是，他是全国征选，然后我是第一名，你看最后一页那第二名、第三名都是老师，对，现在还在用，对啊，现在对，小学生，你现在写什么？没有，就练字啊，能把字练。你有日记吗？我有啊，要看吗？真的还是真的？刚刚乱搞的，没有啊，你把寇乃馨也拿过来。因为其实我刚刚有一点陷入一个时光洪流，哎，我觉得有些不要再给我时光洪流，时光洪流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？你这样的好了，因为东西真的有点多，所以你需要什么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要看什么，好，好不好？这个是，可是因为它有一些有人名，如果人名的部分你就不要念，好不好？这是我失恋的时候的那个了。我的妈呀，陈爱脸到底有没有读书啊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你帮那个客人。真的是要好可怜、哦。怎么样？今天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4:20了，我在路上跟同学说了一些话，后来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躺在地上睡觉，我觉得那个人应该去工作。关你屁事、啊！关你屁事！而且他工作，他是写你知道做事的做、哦，还写错。对呀、啊。赚点钱，不应该躺在那里不去工作。要生活就要去赚钱，有些叫花子，有手有脚的又年轻，如果遇到那一种叫花子，这很正面、啊，就不要给他钱，这很正面好不好？可是有一些要很老了，有。
小的，不要写的这么细。你这是几岁的日记？五年级啊，我小五年，小学五年级就这么恶毒？不会啊，为什么会恶毒？那躺在地上睡觉也有原因啊，你叫人家去工作，那很正面的。什么正面？搞不好人家是车祸昏倒，你也可以叫救护车。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，很悲惨，没有生日礼物。我去年生日 party 上面，大概打死也想不到今天我会这么可怜，连哭都哭不出来。昨天某某人来电告诉我，晴天霹雳。那个人牵着一个女生去做礼拜，昨晚我去了教堂，因为一个人在家我会疯掉的。这是我的生日耶，太刺激了。主啊，我一定要活下去吗？你不心疼我吗？一个女儿不能够向父亲求一天快乐的生日吗？伤心到底是一种折磨，还是没有感觉？我已经不晓得了。如果我知道28岁这一天我会这样过，过去这些年的生日我应该怎么过呢？所以当时是有一个人在前一天晚上被看见劈腿，记者打电话告诉我，就那新闻闹得很大，对，这两个字，最后最后有诚意，有有有诚意，你好你好，这就是我死心塌地要嫁而且托付终身的人吗？真正是瞎了我的眼。这个男人800次以身相许的诺言，每一句的要你要你都是屁话。要你，我怎么会看向你啊 ？Sorry， 我们应该望向陈慧敏。情不自禁，我了解。而且他骂人也蛮重口味。倒想知道这回缠上他的贱女人有多么的顺从，能够让他满足多久呢？他知不知道他在犯罪？你这个好哎，你这个好哎、哦，直接把自己的心给别人，到底是为什么？是肉欲吗？是代替吗？笨到家了，抽烟还骂脏话。行为随便，还有脸去教会？哎，这借我带回家好不好？我要给我姐看一下。陈汉典的日记内容让康永当场做。真的蛮戏剧化的耶，他用字都好重。真的吗？对，晚上头好痛好痛，痛得受不了，把所有吃的都吐出来了，我会不会死掉？主。你在吗？请你帮助我，我痛得受不了，原谅我，主，我很糟，求你不要不理我，请你爱我好吗？抱抱我，我需要你。我想主应该说你不是饼啊。太戏剧化了吧！这个天哪，真的是你干嘛不吃止痛药？我真的很庆幸我写的是英文呢，真的，不然的话你们全都念出来蛮恐怖，好害怕。你要不要看一点比较轻松的？有比较轻松的是不是？有啦，最轻松的就是这本了、啊。其实希望这个大家是压箱宝，陈汉典的压箱宝。哎，各位同学，他有做一件很厉害的事哦，就是他会把日记故意放在桌上，干嘛？然后让男生来看。用意是什么？我有兴趣、哦。你发相公所的公布栏就好了，大家都看得到、啊。不是因为有时候以前会吵架嘛，分开之后就、文思泉涌，就一直写嘛，就写的很不想分开，可是又很想念对方，可是一定要分开这样子啊。然后我就会把这样的日记，其实也不能说故意放在那里，那个就等于是。一个有点像交换日记这样的东西、有些人可能是通 mail， 可是因为我不太会打字，所以就是用写。然后可能对方没有办法见我的面，可是他可能可以去信箱拿那个本子。然后。